呀，喵啥小啦？贫富差距拉那么大，就是因为有你在帮有钱人在拉、啊，妈的！什么了？干地震！靠背！很晃很晃！干你娘鸡巴！我操！超级大的！干你娘鸡巴！呜呼！我家要垮了！救命啊！我家要垮了！我家要垮了！保护我的头！我就说地震吧，马路都跑出来了！救命啊！还在摇吗？还是我头晕了？照一下马路，不是我今天晚上，我今天下午下班的时候在帮我妈洗车，我一打开铁卷门，干马路上四直接打开我家铁卷门而已，直接四只马路在我面前爬，干你娘就知道有鬼了，操你妈！然后洗车，然后马路一直冲出来，一直冲出来，我就觉得然后我就跟我妈说，干怎么那么多马路啊？是不是要地震了、啊？靠北，然后现在地震了。北部慢半拍，几集啊？干我头好晕哦，我要吐了。干大概已经有快十年没这么大的地震了吧？靠北，我家是不是裂掉了、啊？干，刚那个地震直接把我家那个墙壁裂开了。看多超多裂缝的哎、欸，那油漆直接裂开哎、欸，那裂缝变超多的哎、欸，你家要倒了？不是啊，那裂缝，时空裂缝哦，13321332123111。我刚以为我要死了，干超大的哎、欸，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大的地震了、欸、我刚是整个直接这样呢、欸，然后还360，超狠的呢、欸。高雄4到5级啊，哇干，台东更高、欸，台东6级哎、欸。林拿汤卡后嘞，安迪会发疯哎、欸。你都不会怕、啊？有一点。会啊，我怎么不怕？摇那么大力，谁不会怕、啊？我等一下跑一跑跌倒怎么办？这么大，我等一下跑一跑我会跌倒哎、欸。